跟我一起去给市长上茶、水果、点心。这位长官，对不起啊，这孩子笨手笨脚的，您还是找别人吧。哪那么多废话，叫你去你就去，赶紧的、啊、走啊。过来。他叫你去干嘛？叫我去给张天心倒水。你听我说，低着头别盯着人看，知道吗？报告。嗯，长官，白市长找你。知道了。娘，你扎手了，疼吗？不疼。可娘这心咋这么慌啊？这心都跑到嗓子哪儿跳了？这都是为你准备的，你现在香饽饽。玉环，这马上就要看到堂会了，高兴吗？嗯。好好学，将来也成个角儿啊。师长他哪能上台啊，他现在是个打杂的。还不谢谢师长，要不早哄你出去了。哎，孙将军，喝茶。白副市长，一切正常吗？安排了还行，我是没挑出毛病。那就好。雪人，今天晚上会不会出事啊？看戏吧。好。哎呀，杨贵妃呀、啊、大美人儿啊，要是能给立功的弟兄一人发一个就好了。那你得先做皇上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哎呀，这美人啊就是比酒肉馋人呐，啊！哎，终于开锣了。厨房要人帮忙，找个人来。哎，有有有有，哎，玉环，哎，长官，哎，他可以。我告诉你，跟着长官去，好好干，戏没唱完不准出来，知道吗？快去，快去，快去！你等一下到厨房去，跟送肉的二猛说，他要的东西。就放在肉筐里，知道吗？什么东西啊？你汤叔叔叫我跟他说的，我也不知道。快去吧。白福林长得是苍蝇飞过都能看见腿的眼，二猛要是能把枪带进院子，就证明他是白福林的人，想挖坑埋我。我看看你。
你有多大的屁股穿多大的裤衩，看看你到底是姓张还是姓苏。二毛，团长，好，来来来，快去搁那儿吧。有人让我带话，说你要的东西就在肉筐里。知道了，你走吧。真是不错呀。孙将领，别激动，误会，误会，可能是枪头火。哼，大不了一起死。大麻子，紧张什么呀？要打黑枪的话，你命没那么大。把枪都放下，都放下。姓张的，你这是唱的哪一出？哪一出？贵妃醉酒呗。紧张什么呀，肯定是有人搅局。去看看什么情况。是。怎么回事？刺客，我一直盯着你。赶快收拾干净。扫兴。来，赶快处理好。没事儿，收拾收拾，接着看戏。坐吧。什么味儿啊？那边着火了！着火了！最后一个手，我不死你们谁也不会死。哎，副师长，你保护师长和宋将军先走，我等候。好。副师长，保护孙将军先走。您保护师长。一个一个来，把所有窗户打开。别老没上。玉环，玉环，玉环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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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来，快！师长，岳大将打死那个是真刺客还是假刺客？不是，是我手底下的一员猛将。怎么回事？我就是想试试这岳大将对师长是真忠心还是假忠心，所以我就射了一箭。可谁知道这岳大将是吃错药了，怎么了？我怎么就摸不透呢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啊？是啊，不是你说的岳大将就是个定时炸弹？我一拉他的尿，他又爆，所以我就射了一箭。我还觉得挺周密的。周密个屁呀！你射的什么计呀？你射计也不应该在今天啊！你让我丢了大了呢，知道吗？孙大麻子这下可有理了。
我带了厚礼把他送出城的，人家的部队就在城外等着呢。你设的计，你是不是脑子真的有毛病啊？这火是谁放的？哦，人我都查过了，就剩戏班子，估计就是。人间和阴间呢？我想不通，我就是想不通。孙大麻子撤了，我用了十门大炮、三辆铁甲车和上河滩以东五个县换来的。什么时候的事？他刚才走的时候，戏唱到这个份上，我不出点血怎么下得了台呀？